一个长手吧，这边手很长啊，维克多跟女体的一个双 C， 卡萨丁，卡萨丁也不错啊，对吧？直接发育，直接选了。卡萨丁配猪妹加一个奎桑吉，这个上中野三进站我觉得也不错。可是卡萨丁到六配合猪妹是有、有击杀这个辛德拉的机会的。是啊，但是进不了啊，现在下路被压线。但你如果现在不进野区，你往上面刷，那下路就要遭重了。靠着中路的强势想硬进啊，但是直接被打出一个被动过来的话，有点凶。你往这里还要追着卡萨打，就摁打下路要直接烂掉了。但是现在这个河蟹，好像是宁王拿下来了，拿的不还不错。但是现在刘青松已经开始动了，微博的下路兵是有限权的。赖特开启一个疾跑想快速支援，但是猴子已经逃脱了，而且包括的 Dago 和带着猫咪追着这边狂点。但是下路二 v 二是有点打不过微博，这里刘青松交一个闪现拉开，女王的话过来要打 Light， 给一个闸子闸中了青小虎，这个位置比较尴尬，交一个闪现，隔墙的一个闪现，那美是没有闪了，他打的 Q 闪，打的 Q 闪，但这波好像失误了，不过卢谦拿到了一血，那边的话已经是一滴血没有死掉，但是 Light 也是凭借自己的操作换掉了辛德拉，而且 Light 这边喊牛还能追击吗？追不了了，毕竟卡内现在战力有限，两边都现在没有动自己的蓝 buff 呢，仿佛这个蓝 buff 没有存在一样，不能刷。还要来吗？卡萨，卡萨感觉被宰了。卡萨这个位置应该是要死了。宝蓝拿到这个人头，哇 ，UP 的下野配合起来了，但感觉还是不去啊。哎 ，Q 起来了，哎，这也能配合的吗？接了个夹子，又接了一个，哎呦，这个二位啊，太强了吧！微博下路，那这个夹子接泡泡，然后再接一个夹子吧。打了两枪爆头好像。对，打了两个夹子。这里看一下青的这个位置，不过卡萨应该也动不了吧，现在两边都没有什么伤害，打野都没到六级，动不了。看是先踩的夹子还是先接的水炮，看一下。哦，水炮、哦、先泡泡接夹子，然后 E， 然后再接一个夹子，这也夹中了。这也能夹的吗？这打了三个爆炮，反应好快啊。别闪掉了。葛善也有想法，这边看到你没蓝了，直接推大，但感觉伤害应该不太够，杀不掉吧。卡萨是懂的呀，这把就保着下路玩就行了，下路这塔都要拆了。哎、小虎来了，草里这个人有点危险、哎、抓到了宁王，宁王交一个闪现，那下路怎么办？下路要硬来吗？要等辛德拉，有大倒是好像不太好，下路只剩两层塔皮了，直接甩狙，甩到了预判到了，卡萨的一个预判，但娜美的大招是空掉，豆哥这边血量有点低，交一个治疗拉开，没有死掉。卡萨还要硬来吗？看到这边要被塔打死了，卢锡安跟猫咪在塔下完成了一波二 v 三的反杀，怎么一个人已经开始玩起来了，而且那边大部队也在打小龙，中塔 UP 是拿下了，但这里拿完要不要撤退呢？这边不走的话打太久，小虎是可以 TP 过来支援的。推刀直接开车撞了，德山这个位置有点皮，开板甲开大招铲走一个自己的位置，哎呦感觉能跑呀，硬跑掉了大招。下路这个塔想拆吗？再不走 UP 要来了，留住了小虎了，但是小虎哎找一个闪，宁王继续追，好像有机会杀掉小虎，小虎是死了，而且这个人头被刀狗拿了下来，一枪爆头接一个大招，进攻型女警。这波泽晒是试试自己的坦度，发现吃了三个大招没死、啊、对，那确实够肉，发现还是挺肉的。其实这波没板甲应该死了，有板甲确实太肉了，感觉得来点生命值。哎，现在抗性很高了，泽晒再整点生命值，高质量血量。对，德古是没进化的哦，先被怼一下，不过这边大哥都不在，女警第二时间过来带了一下宁王，宁王这边赶紧看他的往后拉，宝蓝的这边干锅也给了，谁先好皮啊，你只能 A 我怎么说 A 不 A， 德古点了个赞，不是十一级打十四级根本就没有胃口，算你狠，你不打我是吧，我滑上来打你一下。卡丁直接踢到这里，先打一波卡哥，卡哥这边是倒了，这边大招也是甩的有点空，这边的话则是也被击飞一下，这里刀哥在没有办法进场，刀哥跟齐很尴尬，直接跳过来一个赛恩，
三人这边交一个闪现，他还是要死。卢锡安跟青松算是进场了，想杀刘青松，里面没一丝血，还是被猴子转死。那泽善这个战力还是很强，又是一个 Q 三打回来七，泽善还能打，把尸体也处理掉了。冥王这边赶紧配合宝蓝往后拉，赖特这边开一个疾跑继续追，小虎也赶过来了，减速道，那这个人头是被小虎拿下来，还有一个宝蓝跑不掉啊。卡萨丁拿到一个双杀，对，主要过来想杀刘青松，其实伤害也不管用。这边又打起来了，冥王。这边再来给一狙，青帮忙过来帮忙挡一下，小虎被转了起来，但是小虎还想追，继续追，还是把青杀掉了。小虎继续往前跳，猫咪猴子都倒了，卡丁再拿一个双杀，那没，这还在这拆塔，感觉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呀，已经结束了。前面的波卡丁十五级是在倒计时，现在已经结束了。哎呦，现在泽善是真不怕呀，真不怕，点赞还要揍我，上来又想弄他卡萨，但是卡萨十三级的猪妹也挺肉的。现在泽善又来了，又在吃伤害，怼一下赛恩，小虎在侧翼蠢蠢欲动，刀锅里面是被打了一套，被灯皇打得残了。卡萨直接甩大，甩到了七，给一个干锅救的还不错，奈德直接闪过来要打人了，不管了，亨利这边有点顶不住，猴子已经先行阵亡，亨瑞也要被女警点死，泽善还在追刀工，青这边是残血，女警拿一个双杀，但是这边泽善还有一个板甲可以开，哇，一个人没死啊！小虎这边也是残血，继续往前跳，有一个金身，有没有兄弟扛？再挡一下，哇，射哦，小虎是死了还是？但是这波应该是微博要结束比赛了，最后27分钟，凭借三 C 的一个良好发育啊，而且这个阵容拖到这个点也。确实应该接管比赛了，是的，1-0，直接一波，恭喜微博